四百，啊，这个你在做什么？我找不到那个房间钥匙。你的钥匙忘记带走了，来。哦，谢谢姐姐。嗯。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在杀鱼啊。哎呀，鱼不是这样子杀的。不然要怎么杀？哎，我教你。你很无聊呢。你会不会冲浪？我不会。来，我去找这个教练。这在哪里啊？在东河。东河怎么走？需要什么？我要一份肉包。好，一颗肉包。一个竹笋包。一个竹笋包。我再一杯小杯冰红茶。好，一杯红茶哈、哦。好，一份一共是50元。嗯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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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拜
小人哥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参加丰年祭、啊。可是摩托车坏掉了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哦，我来载你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、哦。会上车。好，谢谢阿公。嗯。是你的钥匙吗？对，我在那里捡到的。刚刚在那里捡到。谢谢。你一个人来吗？对啊，我一个人来，刚来多久而已。啊。那你呢？我一个朋友。哦，所以来这里很久了吗？待一阵子了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月亮出来了、哦，真的，好美啊、哦！你知道东海岸的日出也蛮美的吗？真的吗？家乡有什么？我忘记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。我一定有说过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海，还有我的主人，我的朋友。但不管我说过什么，我都希望你能去走一走。相信那片山，那片海，还有我的家人，我的主人，一定会好好接待你。在那条公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最后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道路，一条私人道路。